睡得真舒服啊，嗯，好美呀，可惜没有照相机，要不拍下来留作纪念多好啊。拍照，我就让你自投罗网。树高高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好主意了呀？嘿嘿嘿嘿，我们假扮成摄影师，你呢就负责给胸大肌照相，引开胸大肌的注意力，我们就负责抓鸡。哇，树高高，你真不愧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黄鼠狼。那还用说，这次做什么鸡呢？胖乎乎，我们走。树高高，等等我。耶，看极光去了。树高高，胸大肌来了，我们赶紧给他照相去吧。笨蛋。我们现在过去肯定会吓跑他的。嘿嘿嘿，我们要等他自己过来找我们。继续拍照，动作大点。嗯，嘿嘿嘿，你们是嘿嘿嘿嘿嘿我们是专业的摄影师，专门拍摄极光的，还是顶尖的摄影师，保证拍得非常漂亮。哇，太好了，帮我拍吧。没问题，这边请。太好了，胖乎乎过来，你拍照去，我到后面去打伏击。这就太妙了，你不愧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黄鼠狼。少拍马屁，还不快点去啊。嗯，嘿，哇，这个姿势怎么样啊？不错不错，要拍喽。嘿嘿嘿嘿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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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哇，红色的胸大肌最适合做红烧了。胸大肌，我就不信今天抓不到你。我不信。当当当！嗯，来来来，保持一下，我们再拍几张。嘿嘿嘿，熊大鸡，这次你是逃不掉的，试试我的厉害！嘿嘿嘿嘿，出击！刚刚好，就是这儿，撒网。怎么没反应啊？再试试。嘿，很好很好，再来几张。继续。怎么回事啊？可恶，原来是极光周围的磁场干扰了遥控器的电磁波。嗯，
很好很好。可恶可恶可恶，我就不信我斗不过激光。动了，飞机啊，瘦高高，救命啊。摄影师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胖乎乎这个笨蛋就不会躲开点吗？这架破飞机真没用，还是我亲自出马吧。不要过来。完全吓不倒我们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救命啊！怎样才能抓到胸大鸡呢？哎呀，一会儿我也要拍几张相机。就把相机改造成我的秘密武器吧。嘿嘿。好，身体再歪一点。好，不错，就这样。准备。成功了。我怎么会在这上面啊？熊大鸡，这次可被我们抓住了吧？你们是谁呀？为什么要抓我？我们是谁？你这个笨蛋。好吧，就让你看清楚我们是谁。黄鼠狼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胖乎乎，去把熊大鸡装起来。是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你就叫吧叫吧，叫破了喉咙也没人来救你的。瘦高高胖乎乎，我的肉真的不好吃，又老又硬，脂肪又多。管你什么鸡，只要你是只货真价实的鸡就行了。还是乖乖的跟我们回去做鸡料理吧。救命啊，救命，救命啊。你就不能安静点吗？就不，你不放开我，我就不让清闲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真是烦死了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这个胸大鸡可真难缠呐。胖乎乎，去找根棍子来，咱们抬着它走。冰天雪地的，哪有什么棍子呀？就是他了。喂，累死我了，瘦高高，来帮下忙。好，来了。成功了！快跑啊！救命啊！又吃不成鸡料理了。黄鼠狼呢？这下安全了。哼，下次让你们试试我鸡飞蛋打拳的滋味。这是在哪儿呢？
是照相机。哇，你让我看看。哎呀呀，黄鼠狼的照相技术真不错。对了，待会儿去让鸡丁和小龙看看。快快站起望远镜，看着可别眨眼睛，热气就轰隆隆这么力，这是最冒险的 party。 爱冒险的伙伴们来 happy， 我会手忙地抓住一道霹雳，在哪里就有冒险 party， 深呼吸，躲开陷阱，一起踩着绿豆在火山滑冰，悄悄地靠近你，别想跑，我一定要抓到你。在鲸鱼肚子里。